韓國綜藝節目 Running Man 其中四個主持金鐘國、哈哈、池石鎮和 Gary 今晚在亞博舉行粉絲見面會，他們今天下午舉行了簽名會，吸引到很多粉絲逼爆商場，他們四個還用廣東話和粉絲打招呼和示愛。大家好，我金鐘國講笑話，如果粉絲的尖叫聲夠大，今晚的見面會或者會露肉，如果尖叫聲再大一點，池石鎮還會除褲，雖然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會露肉，但是池石鎮一定會表演陳奕迅的歌，他還即場拿著貓子唱了幾句重口味。那首歌我100번넘게들은것같아요，那首歌已經聽了100多次了。哇，他们来到香港应该很喜欢吃点心，听他们唱这几句歌词就知道啦。签名会一共有400个名额，哈哈、池石镇和 Gary 签名之前还用手机拍下人山人海的盛况。商场本来规定他们四个只可以签名，粉丝不可以送礼物和影相，但是他们一于亲民到底，除了哈哈主动击掌，金钟国还和粉丝握手和抱抱。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其中四个主持金钟国、哈哈、池石镇和 Gary 今晚在亚博举行粉丝见面会，他们今天下午举行了签名会，吸引到很多粉丝逼爆商场，他们四个还用广东话和粉丝打招呼和示爱。大家好，我金钟国讲笑话，如果粉丝的尖叫声够大，今晚的见面会或者会露肉，如果尖叫声再大一点，池石镇还会除裤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露肉，但是池石镇一定会表演陈奕迅的歌，他还即场拿着猫子唱了几句重口味。那首歌我已经听了100多次了。他们来到香港应该很喜欢吃点心，听他们唱这几句歌词就知道啦。签名会一共有400个名额，哈哈、池石镇和 Gary 签名之前还用手机拍下人山人海。